东汉末年，周瑜为了想要夺回被蜀国抢走的荆州，于是想让孙权的妹妹和刘备结婚，把刘备骗来东吴当人质。诸葛先生救救我！快点跟孙权的妹妹结婚，但我怕死，不敢去东吴。主公，你就去吧。北七哦，我一去不就入他们的陷阱了吗？我都帮你算计好了。放心吧，人家说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娶人家的妹妹。孙权有妹妹了不起啊，又吃不到。主公，这三个锦囊你就带着吧，我上面都有指示你什么时候要使用的。没问题。于是刘备就搭着小船一路到了东吴。啊，这里就是东吴吗？一到东吴好像就要打开第一个锦囊。啊，绿油精，那个是？这个是绿油精哦。绿油精，遥控器，三个字完全不像哦。绿油精，对啦。Is this a book? Yes. 等等，那个不是 book。好险，差点就背错单字了。谢谢你，为了报答你，嫁给我吧。好哦，谢谢你，没有你我就不会结婚，你是我们大媒人。为了报答你，给你一张媒人贴纸。耶，这样我就集满三年媒人贴纸了，我就可以换个媒人公仔喽。得到媒人公仔的刘备，将计就计的跟孙权妹妹结了婚，在洞房之夜。我一点都不喜欢你哦，甚至联姻什么的，我最讨厌了。怎么会？我今天才要从蜀国来东吴说，那个是媒人公仔吗？你要吗？送你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收集完媒人系列全套了。刘备，我爱你，甚至联姻什么的，我最喜欢了。东吴这晚的夜空传来了阵阵的炮响声。刘备落入我们的陷阱了。只要刘备一直沉迷于东吴的酒池肉林，蜀国就完蛋了。几个星期后，这个动物好爽哦！这个听说叫我现在要打开第二个锦囊，谁一个是？又是绿油精，有两种，就是要我使用它们吗？谁一个是绿油精滚出瓶？还有这个，这是最新上市的绿油精清凉软膏。为什么？我的脑海里面为什么会有诸葛亮军师裸体的画面？可恶，我知道了，是古典制约。诸葛军师每次洗澡出来都会擦绿油精，久而久之，我只要闻到绿油精的味道，就会想到诸葛军师的裸体。啊，好了，够了，我回蜀国就是了。天哪，住手，别甩了啦！不是，天五六点的啦。于是刘备就带着孙权的妹妹一起逃到江边，准备打船，但是却发现江边埋伏着周瑜的军马。刘备想要通过没这么容易。可恶，除非你交出你的绿油精，我就放你走。对，我都忘记还有第三个锦囊，里面应该是绿油精吧？为什么？是我废物军师借用绿油精一晚上，我就放进来吗？看来交易是破灭了，拿命来吧！等等，一个锦囊，你总共几个锦囊？三个。交出锦囊，我就放你走。只有锦囊吗？只有三个锦囊，我就可以换锦囊公仔喽。禀告将军，先到十个锦囊才可以换一个锦囊公仔啊！什么 ？Monopoly。完全独占市场，我已经用鼠资把整个东吴的公仔市场都买下来了，我可以自由决定市场的玩法。你还差七个锦囊对吧？我一个锦囊卖你200万吧！你这样完全独占，不就会造成社会上的 dead weight loss 吗？是说 marginal revenue、marginal cost 还有 average revenue 围出来的那个区块吗？没错，你太过分了。